的精神，然后也正在创业的，也想要创业，并且大家聚在一起，每个月要交流交流这样子。那所以，我能够做这个新创会的会长，其实是幸运的，因为本身还是个学生，还在东吴大学读书，然后我都对创业有兴趣，所以你看，我只是对创业有兴趣，变成这份。这份热忱都能做会长，那假如说真的是想要创业的年轻人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青创会，大家互相交流交流。OK， 所以说这个青创会呢的父母会，就是我们现在的 TMAT， 那青创会算是他的一个子女。那 TMAT 也就是 The Taiwan Merchants Association of Toronto。那有常常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专题座谈会啊，然后 business seminar 演讲会啊、business 演讲会，还有像是今天的 golf tournament 高尔夫球赛，然后秋季的赏枫，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上个礼拜在 Woodbine Beach 举行的夏日 barbecue。很多很多的活动。那这个台湾商会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地方，就是它还有推出scholarship 奖学金的一个申请。那这个台湾商会鼓励所有的人来到这边，就是台艺的学生啊，大专学生那些都可以申请。台湾商会的奖学金，那么这个奖学金申请方法也很简单，只要从网上download这个报名表，然后拿到三个 reference letter， 就是三个推荐信，还有就是列举出你对社区的贡献，或者是提供你在学的成绩单，你就可以申请就是各式各样的奖学金。那它奖学金的科目很多，有比如说academic 是文化类的，或是学术类的，或是任何就是比如说科学啊、理工那些你想到的都有。So the Taiwan Merchants Association has this scholarship that a lot of students, as long as you're in college or university, you can apply, and you can simply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website, and then provide three reference letters, and also provide your school transcript or the proof of your contribution.To the society, then you will be eligible to apply for this multiple scholarship. 那像今天 golf tournament 的这个 prize presentation 的部分的proceed 就是部分的收入盈余都会有提供到这个奖学金里面。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地方，因为在这个虽然说是以台湾人为主的一个商会，但是他就是非常的细心，还有照顾到就是来这边念书的学生啊、留学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So it's mostly about this. 所以台湾商会能够在台湾这么多地区多年来的这样的一直在办活动，其实。最最最最要感谢的当然是会员，还有说每次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很多踊跃的 sponsor， 就像今天的高尔夫球邀请赛，我们有很多的 sponsor， 那有 Diamond Gold Silver 很多的 sponsor， 那对啊，这些 sponsor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今天的活动啊，就是都要感谢 sponsor。那像 sponsor， 我现在会简短的念一下，很快的念过所有的赞助商。